Let it out. 我们在 party 上的夫，人们都愿意你的名位上。你看我们这都奔三的人了，再过两年就没人要了，你要找个有钱的傻逼才行啊。没人死吧？他什么都没看见。你是王一博，他呢？他是谁？我是警察，你跟他什么关系？我看了一辈子的眼睛，没有看过人长这样的眼睛。姑姑一个星期都没回来了，我想问你这儿有他的消息没有？不管你们发生什么，现在警察在找那个凶手。我问你怎么了 ？Emily 报警了？没有问题。三里屯也不大，早晚我会找到你。去你妈的！这世界，人们写着毫无感情分享的誓言。我求你不要杀我！沉默的声音。我就是视频里面说的，猫一样。